剛陳 Sir 提到李威廉和康廉啦，咁呢對兄弟兵啦，咁其實都係叫做上季最具代表性嘅本地球員啦。咁其實陳 Sir， 你會覺得喺今季大埔嘅球員裏面，你覺得邊個能夠可能叫做代替到佢嘅地位啊，或者係可以成功上位咁嘅？我就咁樣評估嘅。其實我哋成隊裏面咧，好多隱藏住未發光嘅星。嗯。呢個就係即係我自己嘅評估。我不會說邊個邊個最有希望，而是呢我希望透過一季的比賽能夠出到一些新星呢，其實這個是期望的。當然青年球員裏面今年我們比較多，我們可能數碼去有成六七八個，當然早前大家都我們都提及我們有新的李氏兄弟樣，當然這個是我的期望。但是在他們兩個之外呢，其實我都希望其他的青年球員都能夠在新的一季比賽裏面咧，真係可以成為一個新星。咁啊，呢個係我自己的期望咯，就唔一定係指明邊個嘅，總之有新星出啦，好啊。